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望维读报》，我是亚楠。在华盛顿致力于应对亚洲地区不断增长的挑战背景下，美国海军一高级将领周二表示，美军有可能从东太平洋抽调船只，强化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力量。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在停泊日本的海港里根号航空母舰上举行的吹风会上称，我们将继续确保履行在亚太地区的所有使命，有可能从第三舰队或从别的地方调拨舰只，以满足相关需要。理查德森拒绝说明何时以及将调拨多少船只。朝鲜在弹道导弹及核武器方面的进展，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亚洲其他地区军力增长的反制行动，都增加了美国第七舰队的负担。而这也增大了对因今年以来多次发生舰艇事故声誉受损的该舰队官兵的压力。事故中包括导致17名官兵死亡的两艘驱逐舰与商船相撞事件。8月份，麦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沿海与一艘商船相碰。6月份，其姐妹舰菲茨杰拉尔号在日本沿海与一艘菲律宾集装箱船相碰，机智沉没。理查德森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国家安全新战略后做上述表示的。这一新战略以美国优先为基础，称呼中俄两国是修正主义强权。一名美军官称，中国在南中国海步步紧逼，有意改变全球现有格局。北京在该地区建造军事基地，在存在主权争议的海域打造人工岛屿。理查德森表示，考虑到这些岛屿，人们只能对中国人的意图得出某种特定的结论。正如我们一直所做的那样，我们会做出反应，那就是我们将继续保持在那里的存在。他说，由于随着每一次新的导弹试验获得越来越大的能力，朝鲜已构成美国海军在亚洲面临的最紧急使命。朝鲜在11月29日进行的最近一次试验中，发射了一枚射程超过4000公里的弹道导弹。平壤称，由此朝鲜拥有了打击包括华盛顿特区在内的美国主要城市的能力。理查德森称，他在2018年的任务是建构一支对美国的潜在敌人而言更致命、更危险的海军。他说，以下一点几乎已成共识，就是我们需要拥有一支比目前更强大的海上力量。台湾检调单位当地时间19日清晨派出多路人马，分别前往新党最近访问大陆的4位年轻干部家中搜索，并将他们带往调查局侦讯，再送到地检署复讯，折腾一整天到20日凌晨才全部无保释回。在司法实务上，无保释回通常代表没有什么犯罪嫌疑。马英九透过发言人指出，他对这个事件感到震惊与关切。中华民国是法治国家，必须依法治国。检调单位对政治人物进行如此大动作，已经直接冲击台湾引以为傲的民主法治。马英九认为，社会上已经传出绿色恐怖、警总在线、法西斯在线的质疑，希望有关单位尽快出面说明搜索约谈的法律依据与必要性，以消除民众的疑虑。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在脸书表示，对于王秉忠等人遭警调查、搜索、拘捕，他非常忧心，认为在当前两岸关系如此紧张、社会对于两岸议题高度敏感的氛围下，相关单位必须慎重处理这个事件，避免社会恐慌的发生。王秉忠等人被搜索及拘提是和周鸿祎案有关。周鸿祎曾是大陆在台攻读的学生，毕业后曾回大陆，再返回台湾工作。台湾宣称，钟鸿旭以每季30万新台币代价要求一位台湾外交部人员提供资料，但被检举逮捕，初审判了1年2个月。调查过程中，从手机里发现钟鸿旭和新党几位年轻干部有往来，于是分案侦办。
台湾检调怀疑周鸿祎想利用新党发展组织。周鸿祎19日被提讯时承认他认识王秉忠等人，但否认拉拢新党发展组织。王秉忠、侯汉廷等新党党工被侦讯时也否认为周鸿祎引介台湾公务员出国与陆方会面，也不认识周鸿祎背后的上海市政府第七办公室的李姓秘书，不知道李姓秘书具有大陆党军背景。台湾检调将针对疑点继续深入调查，而周鸿祎可能被一国安法中的发展组织罪二度起诉。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最近不再担任中国卫通董事，他去年卸任中国卫通通信集团董事长，裸退之动向不明。目前在中国卫通官方网站，温云松的名字已不在该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温云松毕业于北京的精英学校，并在北京理工大学取得工科学位。他后来出国，在加拿大温莎大学取得材料科学硕士学位，并在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取得工商学管理硕士学位。身为中共太子党代表人物，温云松2000年回国后，在五年时间里成立三家科技公司，随后他将其中两家公司出售给香港的企业家，其中包括亚洲首富李嘉诚的家族。2005年，温云松进军私募股权行业，和一群西北大学的中国同学成立新天域资本公司，迅速经各方面投资者募集1亿美元的资金，窜升为私人股本行业的佼佼者。2010年，就在一家名为四环医药的企业公开发行股票仅两个月前，新天域收购这家公司9%的股权，香港证交所作出裁定，这笔后期投资违反相关规定，并强迫新天域退回股权。即便这样，这家公司还是在这笔交易中获利4650万美元，但此事为温家宝带来不必要的关注。不久后，新天域宣布温云松不再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随后温云松加入官方中国卫通，并于2012年升任董事长。习近平执政后约束高干子弟经商，温云松继去年卸任中国卫星通信集团董事长，最近又不再担任中国卫通董事，裸退之后暂时动向不明。中国卫通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中国六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从事卫星运营、通讯、广播等，是亚洲最大的卫星运营商，在香港上市的亚太卫星也是旗下的公司。美国军事智库兰德公司早前发表报告，假设朝鲜半岛出现紧急情况，以中方派兵南下范围和相应东西战线距离为区分，就解放军介入情况进行分析。据南韩传媒引述报告内容指，中方最有可能选择赴平壤以南地区，并控制宁边原子能研究中心，而现实解放军已正研究上述方案。报告分析指，若中方选择此方案，将在南府至圆山一带长达250公里的范围与美韩军队展开对峙。不过，解放军或放弃平壤，只掌握宁边核设施基地，这时东西战线比较短，最具现实可行性。另外，解放军为了在美韩军队之间形成缓冲地带，可能只越过中朝边境，但中方介入范围亦可而受限。同时，东西对峙区间拉长亦会带来一定的负担。该智库又预测，无论任何方案都有一个共同点，只要美军留在朝鲜半岛，解放军就不会撤离，而中方撤军的同时亦将要求美军撤离至首尔以南，或是完全撤出朝鲜半岛。为此，南韩方必须向中方证明有能力掌握及稳定朝鲜半岛全境。据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于当地时间12月19日下午宣布，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全国碳排放交易系统正式启动。对此，法新社北京电稿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周二公布这项交易国家市场计划，预计将成为全球碳市场的主要交易平台。中国每年消耗的煤炭比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它仍然非常依赖化石能源取暖和发电。位于布鲁塞尔的碳市场研究机构碳市场观察的政策主管德琼克对法新社表示说，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启动显示出世界各地越来越致力于为污染定价，
并且把投资导向清洁能源技术。有报道续指，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尤其在美国宣布从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议中撤出后，它很快就会登上全球对抗气候暖化战争的先导地位。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晚上投票通过了全面改革美国税务系统的议案。川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在经过一个基本例行公事的表决，就取得一个重大立法胜利，兑现一个竞选承诺。所有51名共和党参议员都对减税和工作法案投了赞成票，48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法案永久性的削减了公司税，在一定时间内削减依靠工资收入人的所得税，对一些深受欢迎的抵税设立了封顶，并在今后10年增加至少10000亿美元的国债。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星期二早些时候通过了减税议案，两党议员都依照本党的政策投票。参议院最新通过的版本将返回众议院再次表决，通过法案中的一些技术性修改，然后才能送到白宫让川普总统签署。共和党说，减税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增强美国公司在本国以及海外的竞争能力。民主党抨击这个议案，说这是在国内外抵押了美国的未来，然而却让富人的钱包更鼓。无党派的税务政策中心得出结论说，这项减税法案将在明年减少95%美国人的纳税，但是最富裕的美国人的减少幅度大于低收入者的减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屏幕右下角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